听到了吗？我的心跳现在跳得很快，接近每分钟110下。但是我有定期体检，所以可以排除是我的身体的心脏类疾病。所以呢？所以是因为你。我没听懂什么意思。这个本来是打算等你答应我之后亲手给你戴上的，但是这个是我奶奶留给我的，是她从爷爷那儿得到的第一份礼物。这个是定情信物吗？嗯，是他们的定情信物，也一定会是我们的定情信物。他让我送给我喜欢的人。我想正式的、清清楚楚的当面的跟你说，林之夏，我喜欢你，想请你做我的女朋友。林之夏，我喜欢你，你呢？我也喜欢你。我没听见。我说，我也喜欢你。